由於咧而家咧就進行緊呢個 Google Pay 嘅 Game Week 啦，今日7月26日咧星期日就會玩呢一個哆啦 A 夢道具大步走喎、哦，所以咧我而家都開一開呢個 game 去同大家玩一次先。之前咧我都 down 咗呢個 game 落嚟玩過一段時間噶啦，都有唔錯嘅成績嘅。而家就事不宜遲，開只 game 俾大家睇下啦。呢個 game 係需要時間 load 嘅，等等啊！入到去啦，下面咧就有个掣叫 Ready 嘅，就可以开始玩。就俾大家睇一睇我嘅队伍有啲咩啦，就系分别有以下呢五个角色嘅。我而家就咁 Ready 准备出发啦。咁 Ready 入面咧就可以咧拣有唔同嘅道具嘅，有八样道具可以用。有呢个记忆面包啦，就是增加5秒嘅游戏时间。有求必应包，就是增加 20% 获得嘅分数。跟住前后变动器就是增加 50% 嘅攻击力。跟住呢个就是时光皮带，就是延长连续限制时间1秒。跟住呢个就是增加镜，就是增加 20% 嘅经验值。跟住呢个呢就是广告糖果发射器，就是增加獲得的金幣 100%。 跟住呢個就是思念水，就是所有角色技能會升一級的。最後一個就是電腦骨粒，所有法寶技能上升一級。剛才按了掣著了燈的就會用的，上面那些就是要用一個豆沙包去買的，下面呢就是要用這個鑼去買的。而且現在我就會示範一個就不用道具的，我就取消了它啦，只要按高就可以開始的啦。准备开始啦！只要消除咧3个以上咧就会爆噶啦！哇！唔知今日玩到几多分咧？哦，时间够啦！而家表面个分咧就有98437分。佢问你要唔要用10个啷啷咧，就加10秒，梗系唔使啦。而家就话俾你听，你打到边一个位噶啦，个分。揿 skip 就可以去到下一个画面啦，就知道你实际嘅分数有10万零六千三百一十一分，咁叻就会进入呢个画面，就系抽奖嘅时间啦。抽奖，睇下抽中啲咩先。我抽中咗个道具，就咁领取，就可以领取到呢一个穿衣照相机啦，就可以将佢升呢嘅。哎呀，唔好意思，由于部电话冇电嘅插电咧，就系冇电啦。按一按 OK 就可以去翻呢个画面，就去下一铺啊！再揿高嘅话，如果大家都想玩呢个 game 嘅话咧，就快啲去 download 呢个 game 啦，去 Google Play 呢个 game 就叫做《哆啦 A 梦道具大步走》。喺下面咧，我就会咧摆咗呢只 game 嘅链接俾大家嘅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条片嘅话，就可以订阅我嘅 channel 同埋 like 我呢条片啦。